什么狗头？选几个能杀人的英雄就好。给他选什么呀？给他选。选啥？上面这几个他好像都玩的挺好的。他之前打上单的。我要玩波比，你要不给他我看看哦。他玩露露不挺好的吗？露露拿啥 K 头啊 ？AD 露男一啊 ，EQ 啊。那给我什么呀？身上不就开啥了？你就玩露露吧。就玩露露吗 ？OK。嗯，你们要不把狗头给他？我过来吧，狗头。我不知道狗头强不强。万一他 EQ 千血，那不是太恐怖了？你们看吧，你们我都行，你们看。你就露露吧，露露挺好的。好，就露露吗？可以。我每天都睡不着。我想要露露啊。啊。我每天都睡不着。那你跟他换吗？我一睡觉就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看我够不着了。想到佳慧，我日你。你要给我加里奥吗？给我加里奥，你们就可以退了呀。加里奥很强的呀。我想要露露，其实露露挺牛的。这里面所有英雄里面，你们知道给我什么是最好的吗？给我圣是最好的，圣是最难杀的。圣还难杀，那个鳄鱼也挺厉害的，圣不厉害。加里奥，我以前玩无限火力都是首选的。加里奥，我玩纯 AP 的伤害巨高。你们只有给我圣是最好的，圣没什么加成，圣比较垃圾。哦，听到你这话，幸好没给，没事儿。他刚才还说生蚝杀人，露露比加里奥强，强个毛。加里奥比他妈露露不知道屌多少，加里奥是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洗脑，我也觉得他在给我们。我觉得他真的在洗脑，我也觉得就是。加里奥本来就挺强的，加里奥这个英雄很强啊。我知道加里奥不能 W 上呀，但也厉害呀。加里奥要出纯 AP 的，我加里奥都是纯 AP 的，一个 EQ 满血，任何人都死亡。圣是垃圾，你还记得以前的加里奥那个无限火力吗？对 ，W 主 W 永远一滴血不掉。以前的加里奥，我操！意识吹风 Q 是那个，对，哇，贼爽！元气弹贼爽，以前的圣无限火力巨猛，无限 E 加 Q，AP 圣，对，以前圣也厉害。加里奥最老版本是最爽的，一技能加速 ，Q 技能元气弹 ，W 技能无限回血。W 加盾加大招是群体嘲讽，我记得对，直接闪现进去，直接群体嘲讽。以前加里奥好猛啊，现在也还行吧，现在也不弱。哇，他们要是给我狗头，他们会后悔的呀。这次改版以后，这个英雄就平衡。你们忘记刘猛的打野狗头了吗？我的妈！他狗头带了个黑暗的目标，已经完了。嗯，我拿个狗头就是为了先垫个底的。你狗头这把怎么说呢？你可以电刀，你叠不了 Q， 你就出 AP 主意。出电刀，我要出电刀。一个 E 一个头，他不偏吗？我看别人出那个电刀也是一个 Q 一个头啊，电刀流。就是眼睛看会了，手说我没有。你怎么试试粉色的这瓶气？天哪，我要水印了。我基本身材全是粉，粉粉红红红红粉粉。叫闪现了吗？这个人剑罗直接闪了。冲啊！打啊！兄弟们冲！打啊！别怕！结果我药也吃了。反正这一集团要是打亏了，我们先方会很难受。来了来了来！枪枪枪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来了一个，这里，
这里。我操！裂开了，刘哥。无情。给我选露露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操！怎么？我操！这也太猛了吧！那个人看到我还要跳吗？密的密的密的！走吧走吧走吧！皇子已经二级了，我的天！我要去上路。抓不着，抓不着，抓不着！啊！我靠，这个逼好猛啊！这两个人。对啊。他是要怎么办？头头头头，狗头上上上上，别怕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别怕！我操，怎么打不死呀？你看，这不就是人头吗，贝贝？哎哎，是的呢，你说的好对呢。呀，怎么伤害这么低吗？那是因为他越塔杀我呢。哇，这个塞拉斯是谁啊？怎么直接就越塔了呀？你都四级了，我怎么才一级啊？这个好像是米布，是他，是的，是被人家围殴了。你是给我接下 Q 吧？啊？你 AP 的直接蛇 PQ。我想接一下吧。不是，我他妈偷你们家的米了吗？哎，他们的目标是露露，你啊！我偷米了吗？是什么鬼呀、啊？五个人，哇！没机智吧？为啥五个人呀？我操！疯狂追乔老师！哇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开打，贝贝，干他！好的呢。有我在，他俩巨快。我操！这小炮竟然没死。我都不敢过去 Q 了。上上他，吕布。你看吧，你看吧。我他妈呀，裂开了。哇，亏平，谁有狙击？他妈的！啊？这小炮还 W 闪过来想杀我。哎，他们怎么就开始针对我们了呀？不知道啊，我又死了。啊？王子。哎，这个。啊！做面具吧，先做。
哇，全部是在弄我的吗？是呀，他们好像挺针对你。挖掘机，把个打地洞的杀了吧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那太灵活了。小霍好敢来找我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，顶住顶住。哇操，太狠了呀。我操，这我拿啥救你？他们这把狙击局知道吧，来狙击我的。怎么是我顶塔呀？哇，我放E他都不掉血的。我去出个装备了。你装备太差了。你看你一件装备我几件。你好几件了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呀。我没有人头，没有金血。哇，这个万豪比较克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然我全能给他们秀死。哎呀，他们好像中路打团。我靠，疯狂来搞我。那我跟超男人头差不多，我看。哎，小爸爸都龙过了。跑不掉了，大鼻子露珠。Nice！ 我操，我刚刚差点就没了。我今天不追到你啊！不过跑了吧，没跑没跑。呀，吕布这个英雄才他妈香啊，真的。塞拉斯单挑无敌。可能要我们玩就不香了。不会的。嗯。真的，别不信。我的妈！哎，对面的不是要投了。嗯。这有俩人。啊，飞我。跑了，这什么摊子？塞拉斯他不香吗？无限火力。哇，我也好想玩塞拉斯，好香啊。可是我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哇，这压根就没机会拿到人头。那这我感觉从一开始好像就是个骗子。确实，全都上当了。对，我们上当了。感觉玩啥都比我们差呀，这可怎么搞呀，妹妹们？妹妹们明白了呀，但讲道理，说实话，我
我有些英雄的时候你们真的该赢的，我秦羽你们真的该赢的，我秦羽很垃圾的呀。那能怎么办嘛？那妈，这下公子也没办法了呀，公子啊啊啊！走，我们去杀小胖。黑城我来黑了。有那个谁，有牛奶在的话，我们是几乎赢不了。啊！大家都没开人就死了。我给你翻开招，等一下我就压死你！一屁股坐死你，坐死你！哎，我差点被人拉回家了。这个小胖子是干嘛呀？在偷龙。公子啊啊啊！别哈了，太惨了，行了吧？呀，露露给你们这个露露选的不好，好吧？决策出了问题，兄弟们，讲道理，这露露拿的不好，露露有点厉害的。露露没拿错，其实，可能是对人对事吧。